在打架，那为什么要打架？因为他说我比较厉害，他说我比较厉害，但是两个人其实都很厉害，可是他们两个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地球的灾害了。那他们两个分开就好了。可是他们两个就是要比赛输赢啊，就是在争谁才是世界第一啊，这是不是很无聊？哎，应该说我对班级有什么贡献，还是我对家里有什么贡献？不是说哦，好，不是说哼，我才是班级最厉害的，你们都是狗臭屁。然后都只能听我的，这样对不对？对。是吗？对啊。所以他这个就是老师也听你的，那谁最棒？然后就说。他说是我，那你刚刚不是这样吧？然后这个就是他们两个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对，这个是要你练习这样子啊，你自己去组合啊。他手给我啊，你不是要弹吗？要大家一起练习的合奏了。好，那现在。